中国式摔跤世家原体校摔跤系的学生，因为一次喝酒啊摔伤了对手，被终身禁赛。从那时候起就留在了学校做了名号。赵子鹏生于五四世家，曾经获得少儿组传统武术冠军，他那杆赵家棍形象立体。少许儿时随父亲练习各种擒拿术，长大后钻研各种格斗术，曾多次获得全国冠军。球球大一新生，是曹喜的特招生，打架有时候靠的是脾气哦。林飞虽然低调，但一般人进不了身，他可是我们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苗子哦。这里交给我们。Oh.